做一个演示实验，我们看到了，
在两个热源的情况下，如果外界对工作介质做功的话，可以从一个热源提取热量，或者说可以从低温热源吸热，把它传给高温热源。如果不做功的话，这过程是不会发生的，做功是可以发生的。五阶上层讲，上来我讲了一个理想气体，它的准静态等温膨胀做的功，这是那个图，就讲过了。对于缪摩尔的理想气体，温度是 T， 体积呢，从 V1 变到 V2 做的功，你做台积分就可以了。就是 μ 代表摩尔数， R 代表气体长， T 代表温度，这个呢代表末态体积、初态体积。如果是膨胀的话呢，这个对数是正的，对外作用是正的；压缩呢，这个对数是负的，那等于外界对体积作用。这个我们就说过，那这个公式呢是理想气体准静态等温膨胀作用。注意的过程呢，一定是准静态等温膨胀，因为做功是跟过程有关的。你不能拿着一看，把末态体积乘上初态体积取定数就算，那不行。看这过程是不是这种过程。我们再先看一下理想气体准静态等温膨胀气的热。那这是热库，不能为 T。我现在呢要讨论一个准静态的等温膨胀过程。那如何实现呢？上回我说过，用这种让工作介质理想气体温度稍稍比热库的温度低一点，我想象这样做，使得过程是准静态。刚才一个同学问，这样为什么是准静态？就你是什么过程啊？在这个过程之中啊，那个传递的量，比如 dQ 热量，比如亚强差都无限小，在这个过程中啊，几乎不出现非平衡态。你想象中的几乎不出现非平衡态，其实总要出现非平衡态。过程就是破坏一个平衡态到新的平衡态，但是我的过程进行的无限小过程，那它一个破坏的程度非常非常小，就是这么理想的工作。好了，这是蓄热过程，这是放热过程。蓄热是指理想气体从热库吸入，放热是理想气体把热量释放给热库。热库呢，它的容量特别大，所以你给它点热量或者施给的热量温度都不变，这是恒温的。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蓄的热就等于系统对外做的功。为什么？因为你是等温过程，对吧？在过程中啊，体系的内能不变，温度不变，温度不变，体系内能不变。因为你是理想气体，忽略了分子之间相互作用。既然内能不变的话，按照第一定律或者能量守恒定律，那就等于对外做的功，或者是呢，放的热就应该是。对气体作用，它跟功呢就直接相等。因为在计算等温准静态过程的时候，功跟热呢是不是相等？我们讲讨论讨论热容量，热容量是中学大家都有的概念，就是假设让系统的温度升高 dT， 所吸收的热量为。温度升高的吸热，这个比 dQ 比 dT 这个比，或者是呢，如果你把热能写成温度的函数的话，算进微分，这叫这个系统的热容量。单位当然是焦耳比全开的，这过程量没问题，因为 dQ 是过程量。就是你在定义这个热容量的时候，如何？使系统升温，这个升温这个过程，你是等压的还是等容的，还是既不等压也不等容啊？这个决定你这个 dQ 是吧？
所以对应这个微分呢，这个 C 呢也是跟过程有关。比如我们讨论定压热容量，就是在压强不变的条件下，让系统温度增加这么一点，来测量一下系热。这个比就是定压热容量，它说定体热容量，让体不变的情况下，我计算这个微分，或者测量这个地球。当然还有一种情况呢，压强体都在变，反正不管怎么着，你总能对应的过程来定它热容量。不过常用的就是这两种热容量。热容量是个广义量，它是可以相加的，对吧？所以呢，我们讨论呢，一摩尔的物质的热容量啊，是体积热容量比上摩尔数，单位分母加摩尔，一摩尔的物质它热容量多大？理想气体摩尔热容量，这个我简单说一下，定体摩尔热容量。就是我家的理想气体在体积不变的时候，一摩尔理想气体，它温度提高，dQ dT 的温度，它系的热是 dQ， 这个比我们叫定体积的摩尔热容量。你可以想象，对理想气体来说，决定它的温度变化之后系热放热，这个热量跟它的内能应该是什么关系？你想一下，理想气体跟实际气体应该有什么区别？再想象一下，气体跟固体应该有什么区别？这都是我们要想的问题。我们具体看一下，这是热力学第一定律。当然，我们假定啊是气体，也就是说力参那个几何参数用体积，力参数是 P， 不涉及到电磁学，也不涉及到几种气体的那个。不同摩尔数的比例，我们是纯粹的单一的这种，比如就是气体，这是热力学第一定律。由于是理想气体，对，由于是定体积，定体积热容量，大家注意，我讨论是定体积，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我看温度升高一度，吸多少热，所以呢 dV 是等于零，对吧？因为是定体积，所以呢，在定体积摩尔热容量这个问题中。这个 dQ 呢，就是体系内能的增量，你约定了是定体积嘛，这 dV 是零，也就不变了。至于 dE 是什么东西，那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内能啊，一般来说它跟温度有关，还和体积有关，对吧？对实际气体来说，可是对于理想气体呢，内能就是温度的函数，跟体积没有关系。所以对这个内能的微分来说，跟温度有关。啊，我们定体积摩尔热容量，就是系统的热量的增量，系的热比上温度的增量，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比上摩尔数。那我用上个式子，我就得到了定体积热容量是什么呢？就是内能关于温度的微商。啊，当然体积不变。对理想气体来说，就是内能对温度的微商，你不要考虑体积变不变，没关系，是吧？因为这个内能跟体积是关的。所以前面这些对实际气体是成立的，一到最后一步就是理想气体。从这儿到这儿是理想气体，对理想气体呢，还有这个结果。不必要求这个微商呢，在体不变的条件下进行，随便。但你定义的还是定体积热容量啊。那是由于啊，实际理想气体的这个内能啊，跟体积这个量没有关系，所以从数学上看呢，它俩是相等。啊，我们就算出来了，对理想气体来说，定体积摩尔热容量。就是内能关于实际关于这个温度的微商，着重点用摩尔数。下一步该怎么算了？我把内能写出来，对不对？内能跟温度函数写出之后呢，我就算出理想气体摩尔定的热容量，定体积热容量，对吧？对于缪摩尔的理想气体，它的内能也会算。
六乘二分之 i 乘的是 e，i 代表总的自由度数。那你就算出来，就算出这个定容理想气体的默认，发现它跟温度没有关系。原因是呢，你已经认为啊，它的内能跟温度成正比，线性关系。而内能跟温度成线性关系，这是个经典结果，对吧？是经典结果。你是通过经典的能量均分定律得到的这个结果，就是为理想气体的分子都是宏观力，行，很容易说啊，内能公式，理想气体内能公式，有内能公式，可以的，不管了。总之往内能对温度做微商，我们知道对任意过程理想气体内能的增量都是这么写，对，我就这么说。我现在呢，我先不算这个内能关于温度的微商，我不做这件事，我就通过这个式子，我给出个结果，对任意过程理想气体内能的增量，它是跟温度的增量成正比，系数呢就是定体积的增量，而不管这个过程是否是定体积的，对吧？因为你在这个式子中啊，并没有要求这个微商呢是在体积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原因是理想气体内能啊跟体积没有关系，所以从数学上这个式子是对的，没错，对不对？我这个微商不要求对体积不变的这个条件下进行，所以数学上呢这个式子一般成立，所以对任意过程理想气体内能增量都可以这么写，把温度的增量拿来乘上定体积的摩尔热容量，再乘上缪，其实这个就是它的定体热容量，对吧？这块一定要拐出来，物理上、数学上怎么回事？但一定理想气体，实际气体不行了。实际气体呢，这儿一定要表示出来，这个微商是对体积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理想气体可以不考虑。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这个我这个标题应该是理想气体内能增量的公式，对不对？应该写个增量的公式。好，如果这个过程啊，在这个过程中 CVM 是常数的话，一般大概都是常数，如果你温度在合适的范围内，温度变化不是很大的话，那我们假定这个 CVM 是常数。那对于有限过程，这是无穷小过程，对有限过程也可以做一个积分。那么这个有限过程的末态的内能减去初态的内能，内能的增加那个量，有限的增加的量，就是末态温度减初态温度，这个温度差乘上缪再乘上 c 缪。我再说一遍，你理想气体呢，这个式子是成立的；不是理想气体呢，还要加一项，在白话意义中还要加一项，由于体积变化引起内能变化。那你要用这个式呢，就得把体积不变在这个过程中体积不变就条件加进去，就不是任意过程啊。注意这一点，对任意过程来说，实际气体内能的增量除了这一项之外，还得加上由于体积变化引起的增量，是吧？由于体积变化呢，可以使得内能增加，也可以使得内能减小，要看你的实际气体中啊分子之间作用力是以斥力为主还是以演力为主啊？上方我们考虑过，对理想气体不要考虑了，因为没有相关。这样呢，我用的刚才这个式，那我就可以把热力学第一定律想写成这个样子。对理想气体来说，热力学第一定律的微分形式就是气热等于内能的增量加上对外做的功，系统对外做的功，那内能的增量就显得这个样子。而并不要求这个 dT 啊，并不要求这个过程一定定体积过程，尽管热容量你写成定体积热容量，实际气体不能定体，理想气体可以定体，这是很有用的。那一公式呢，就是把定压热容量和定体积热容量的关系表给出个关系，我们可以证明，对同一种理想气体，一模的理想气体，它的定压热容量
和定体积认为是这个关系，定量比定体大 R。 为什么大？物理上我们看一下，这个大多少我们再说，它肯定是 CD 大于 CV， 大那么一点。为什么大？热容量是什么东西啊？我提高一度，温度提高一度，吸收的热量，对不对？在定压和定体积条件下，哪个吸收的多呀？定压的多，为什么多？哎，吸收一部分去提高它的系统的温度，升高了温度，另一部分对外要做功的，对不对？定体就不做功了，所以定体呢更省一点，更省热量，对吧？定压要费点热量，所以多一个 R。这为什么是 R？ 我们算一下。这是定压热容量的定义 ，P 代表这个微分啊，做这个微分的时候，要保持压强不变。根据理想气体热力学第一定律，我把这 dQ 呢，用它代替。注意啊，你这是任意过程，当然可以呢代入定压过程，对不对？没错，对吧？你不能把一个特殊的过程，比如这是定压过程成立的，这是任意过程代进就不行，对吧？我这个能代进，任意过程当然满足的有。代进之后一微分啊，这个 C 边剩一个，这就变成 dVdt 定压过程 P 谬。理想气体那 V 跟关系我代进，用理想气体状态方式代进，代进之后呢都非常，这个 V 呢就是谬 RT 比上 P 的都非常，在定压过程，所以压强出来约叫谬就是 R， 是吧？所以呢 CP 要比 CV 大一点。为什么大 R 呢？那你坐一下。那这个事情挺重要的，当时呢是，现在当然也挺重要，当时呢提出这个事情是对这个热力学的一些基本概念的一个验证，这个实验上可以做。定义比热比伽马 CP 比 CV 带进之后呢，就是一加上 R 比上 CVm。好，我们把经典热量给出来，由经典能量区分定理，这是经典能量区分定理，体系的内能等于摩尔数乘上二分之一的总的自由度数，再乘上 RT， 这是总的自由度数。注意，振动自由度要乘二，有动能还有势能。带上就可以了，带上就可以了。定压摩尔热容量就是二分之 I 乘上 R， 是个常数，跟温度没有关系，因为你已经假定了内能跟温度成正比，这是经典的能量均分定理。所以在经典能量均分定理下呢，你的定体积热容量跟温度没有关系，定压的也没有关系，定压的比定体的大个加上这个二分之 I 乘上 R 就加上 R， 伽马也可以算出来，它俩的比就是 I 加二分之 I。 你看这实验结果，室温情况下气体的伽马值，这是气体种类，氦、氩、氢气、氮气等等等等，这是理论值，我算。总自由度数加二比上 I 就是伽马。比如对氦来说，单一原子理想气体，它的自由度是五，其中三是平动自由度，二是转动自由度。说错了，单原子分子没有转动自由度，这是平动自由度，三加二等于五，五再比上三，1.67，这实验值差不多1.67。氩也是，氢气呢是三加二，对吧？三是平动，二是转动，七比五啊，1.4，实验结果1.41，差不多还可以，这个差别大一点，差不多，这是室温情况下。我们再看氢气这个温度变化，横坐标代表温度，这是对数坐标。代表温度比上 K 已经没有量纲了，这是对数坐标。
纵坐标呢代表 CPM 比上 R， 就是 I 加二比上 R， 就是这个，我们看一下这个测量结果。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大家看啊，比如50K 之内，哎，大概这个比值呢是2.5，2.5对不对呀？2.5对，对吧？你看 I 呢，对氢气来说 I 呢是什么呢？应该是，本来它有氢气，它有平动自由度，有转动自由度和振动自由度，对不对？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这个转动自由度和振动自由度啊都没开放，因为我们知道以后我们讲量子力学会得到这个结果，一个体积的转动和振动能量是量子化转动。转动的能量，转动能量是，比如转动这么写啊，是，这是转动万量 L 加一 h 八平方这个东西 ，L 呢可以等于0、1、2等等，这是转动，振动呢是。n 加上二分之一 h mu 对不对？n 呢也可以等于0、1、2。你这个热容量其实你的热容量对不对？Cp 比上 R 也是热容量。热量是什么意思呢？温度升高一度吸多少热，对不对？对于平动来说，它的能量，平动的热能是连续变化的，所以你温度变一点就得吸点热，对吧？所以从热容量的角度呢。你不管温度多低，都能测出来这个热容量。温度一有变化，平动的那个对应的无序运动的那个热能啊，总要变化。对于转动不行了，转动呢必须呢从这个能级跳到这个能级，对吧？你温度差了一度，它这个体系啊，这个能量不能连续变化，转动能不能连续变化，只能温度充分高的时候，温度提高充分高的时候才能碰到这个能级上。所以在低温情况下。转动能级跟振动能级啊不开放，你温度动一点儿，它不离开那个能量，因为它能量结构呢是量子化的，只能从这个能级变到另一个能级。所以在温度比较低的时候，你看到呢就是平动自由度，平动自由度二等于三，三加二等于五，二分之五应该是2.5，没错。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就是平动，这个意思。就是你花钱啊，我愿意用钱这个例子，你别说我俗啊，因为大家对钱比较熟悉。比如我呢，我花钱啊，我们现在物价呢一般都是以几毛为数量级的，几分钱很少。好多你到超市买东西，几分钱都不找你，或者你比如3块2毛3分，3分都不要了。就现在人民币呢已经因为升值了，咱们工资涨了100多倍，对吧？我大学刚毕业是46万56，现在你看你们毕业多少钱？这整个都涨了。那这个时候呢，一分钱这个能量的间隔显得很小，对吧？就显得很小。如果我们的能量间隔是一块的话，比如我们就是一块一块的，这个时候一般就不会省掉，一块到2块之间它不会。那个二我不要，比如12块2块钱不要，那它不会这样做的，还给你收12块。就这个东西你去理解它。由于能量啊不是连续变化的，能级的间隔呢有一定间隔，所以差那么一度，一点温度不能使它跳跃上来，你测不到它的热容量。听说我说的意思吗？所以在低温的时候，你只能测到平动，平动啊是有连续变化。好了，温度再高一点，这是缓冲过程，到这个温度大概是250度到500度左右，这个。这个热量变到这儿了，这是3.5，3.5说明这是五，对不对？五加二等于七，2分之7是3.5，就说明转动自由度开放了。这个时候转动自由度开放了，因为温度很高，所以这个时候呢，转动自由度和平动自由度都开放了，所以呢，测的结果大概是3.5。然后温度再高的话呢，才达到4.5，4.5的振动自由度开放，因为 S 等于一。S 等于一呢，就是3加2，再加上
一乘二是二，再加二，那就是4.5。振动自由度为什么比转动自由度更难开放呢？因为振动的能级啊，你可以算一下振动能级的间隔呢，就是还均有比较大，比如间隔这么大，这个间隔 h 有这个间隔，所以振动自由度呢更难开放。一般情况下呢，在我们热力学范围内啊，2500度、5000度达到这个温度，对不对？所以一般呢，只要计算转动、计算平动自由度和转动自由度就够了，振动自由度你不要考虑了。也就是说，这个氢原子啊，那两个原子之间啊，几乎没有相对运动，我们可以认为它是刚性的哑铃。这种想法叫做刚性分子。一般呢，温度比较低的时候，我们日常热学范围内都可以把它当做刚性分子。常温300K 嘛，振动能级难越迁，因为振动能级呢离比较高，能级间隔比较大，振动自由度呢它就冻结了，分子可以看成是刚性的。这是一种观点，那实验表明这个观点是对的。我们再看固体热容量，刚才说是气体，固体热容量跟气体是不一样的。我讨论固体热容量的时候，讨论这个固体的这个热力学元素是什么东西，固体这个体系啊，在热力学这个角度看，它包括的元素是什么东西。那你要看我要干什么，我做实验，我要给它增加点温度，看吸多少热。那其实呢，我就要讨论呢，在增加温度的时候，体系中的什么东西的运动状态发生变化。什么是固体呢？固体其实很空旷，都是一些角格，所谓的晶格，对吧？如果你眼神很好的话呢，你看桌子也是晶格，这个柜子是晶格，人也是一些人，当然不能是晶格了，很空旷的，就在晶格点阵上有离子或者分子原子，别的地方都是很空的，应该说是真空。你在这个晶格点阵，这个离子原子或者分子，它在附近做振动，这个振动的能量跟温度有关，对吧？一维的情况，一维的简谐振动，一维的振动对应的经典频率能量是多少啊？二乘上一，再比上二，再乘上 kT， 对不对？就一倍的 kT。那你这个固体是三维的，一个点阵在三个方向 ，x、y、z 三个方向有振动，就相当 s 等于三，对不对？二乘三比上二等于三，三 kT。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固体想象成呢，是有许多在晶格点阵附近做振动，它的平均能量。经典上看是三 kT 的这个体积构成。如果我手头有这么一块晶体，它包括的这个晶格点阵数或者离子数，振动离子数是 n 个的话，那它整个的能量应该是三 n 再乘上每一个振子平均能量，就三 n 再乘上多少？三 kT， 对不对？如果是一摩尔晶体的话呢，那 n 就等于 n a， 对吧？加不到场里。那我现在考虑就是，这个做振动的这个三 n 个这个离子或者原子，它的振动能量，当温度吸收温度吸收了一度的话，它提高了多少能量？温度提高一度，它吸收多少能量？这个比就是固体的热容量，物理上就这个意思。由于固体膨胀可以忽略不计，温度升高一度，几乎不膨胀。所以你不要再说什么定价热容量、定体热容量，就是摩尔热容量，对吧？一般书上把它写成定体热容量，因为人们都知道固体的体积呢基本不变，所以你可以不写，就写成 cm， 就是固体的摩尔热容量。一摩尔固体它热容量是多少？好，我按经典的算，我刚才算完了啊 ，n 也代表阿德勒常数，它应该是三倍的。Na 乘上 K， 应该是 Na 乘上 3kT， 对不对？这是内能，对吧？一摩尔的晶体或者是固体，它的内能是 Na 是它的分子数或者是它的离子数乘上 3kT， 因为一个振子它是三维的，所以叫 3kT 的能量。所以从经典上看呢，一块晶体它的内能是 3Na 乘上 kT。那对 T 作为商，
体的摩尔热量是三倍的阿氏常数。啊，这可以做实验啊。啊，这个其实我们现在很容易得到了。1818年的时候，杜龙和哈提这两个人呢，从试验上总结出来，这规律叫杜龙哈提规律，叫杜龙哈提定律。现在看不算什么什么定律，但是当时他用试验得的这个结果，确实对分子运动论，包括对能量均衡定律是一个验证。试验上看，在实用情况下，除了金刚石、硅和硼这些比较硬的固体之外，各种金属的热量对上面是不是基本符合？你看啊，铝这个比，我们算的是这个比啊，三这个 Cn 比上 R， 理论值是三，对铝呢测的结果3.09，铁是3.18，铜是2.97，金3.20，银是3.09，它可以，符合的可以，但是硬的东西不行，像金刚石、硅和硼就不行了。金刚石是0.68，跟三区别挺大的。硅是2.36，偏离比较大，这个偏离比较大，1.26，尤其是金刚石，偏离特别大。原因是什么呢？上次我已经提示过，原因就是金刚石太硬了，金刚石、钻石都很硬的东西。我说是金刚石那类钻石，钻石好多种，都很硬。大家知道你那个割玻璃那个刀啊，和那个做刻东西那个刀啊，都是尖儿都，那个端部都是金刚石的。比如做那个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那个针尖有的用金刚石做的，但是有的用别的做的，因为它很硬。我们知道硬的东西它的本身频率就高，对吧？上次我说的弹簧。这弹簧比较松弛，这比较小，那它的本身频率就比较小，比较缓慢。如果弹得很硬的话，它本身频率比较大。所以对金刚石来说，它那个振动，那个在金刚上那个离子振动的频率谬比较大。我们知道它一大之后，在一定温度下，我们说都是10万300K， 在一定的温度下 ，Kd 是准确的 ，Kd 是给定的。你这个振子温度 h 谬大了，那 h 谬呢是能级的间隔大了，这个时候呢你再把它当作能量是连续的情况，这个结果不对，对不对？你必须用量子力学的结果，用我们上次用波尔兹曼分布率得到那个能量结果，你们再做一个做过用那个结果，用那个结果一算就对。对于一般的金属，比如铁、铜等等，它的 h 它的谬啊，它的频率不是很高，在十温的情况下，这个 h 谬比十温对应的那个平均能量 kT 呢要小得很多，所以这个时候呢，我可以认为能级间隔对我整个能量来说呢比较小，我可以认为基本是连续，量子化的效应不是很明显，所以试验表明它们是基本跟经典结果是一样的，是吧？这是一件事儿，硬的金属啊，在十温的情况下，你经典的摩尔热容量呢就不符合试验了。你必须考虑量子效应，因为我推荐公式。还有一个效应就是呢，啊，还有一个效应是这样，我先说了。还有一个效应就是呢，在这个低温情况下，你们看啊，横坐标是代表温度，温度呢，这个爱因斯坦温度一会儿再说，纵坐标代表 Cm 比上三啊，经典值应该是一，对不对？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呢，对，这是金刚石的啊，金刚石的情况。温度比较高的时候，这个比较高的情况下呢，基本上是一。温度比较高就是 Kd 大，对不对 ？Kd 大 ，h 谬远远小于 Kd 的时候，就是经典情况，没错。当温度降低 ，Kd 变小的时候呢，这个 h 谬小于 Kd 的效果越来越不好。那这时候就用量子力学量子的结果。最后呢，当温度趋近零的时候，这个摩尔热容量也趋近零，当年这件事情呢，折磨了一大批物理学家。量子力学刚开始产生那一段，后来当然爱因斯坦给出理论，得到又修正这个理论。那我们现在看一下爱因斯坦理论。爱因斯坦理论是这样的，爱因斯坦啊，他认识到呢，这个固体中啊，对热力学起作用呢。是晶格上的那些离子，
或者分子原子，是这些振子。啊，这些振子呢，每一个振子的能量是 h 纽。不错，每个振子能量呢，它是按能级分布的，是这个。每个振子能量介乎，能量间隔是 h 纽，对吧？这一维情况，三维情况呢，就是第三个振是二十四，我不管它，对吧？那我按照这个，按照这个，我们推论公式，一个振子在温度为 T 的时候的能量，那我们的推论公式知道了，对不对？我们这能量呢，乘上这个，我们的能量是一维的，对吧？我乘了三，然后再乘上呢，乘上 nR 就是阿伯加德罗常数，就是在温度 T 的情况下，这一摩尔的固体它具有的内能，然后把这个内能呢，关于时间做微商，就得到这个结果。所以你下课要做一下，就是三 R 乘上后边这个因子。如果后边这个因子是一的话呢，正好是经典结果，对不对？不是一的话呢，那你要把这个因子考上。谬是代表这个固体那个振子的振动频率 ，T 是温度。你看，这是一指数，比方这个一指数，这你课下做一下，就把你们那个推定结果乘上三，再乘上阿伯加德常数，然后做一下比就可以了，算了。注意，阿伯加德常数呢是 n 也乘 k，n 也乘 k 是 r， 就得到这个结果。你看，这个因子呢是跟 t 的平方成反比，这个因子是一指数，注意这是 t， 这里变化的量就是 t， 在变化，温度在变化。爱因斯坦定律温度，爱因斯坦温度就 h 谬比成 k， 你看 k 乘过来 ，k 乘上爱因斯坦温度就等于振子的那个能级间隔，这是能量，这是能量 ，k 乘上爱因斯坦温度就是这个能量。那我把这个式子用爱因斯坦温度 c 的 e 代表，就写成这个样，这就著名的爱因斯坦公式，这就著名的爱因斯坦公式。我用爱因斯坦公式可以解释，金刚石在常温情况下。它的热容量偏离经典值，也可以解释呢，温度趋近零的时候，热容量也趋近零，这两个事实。我们先看第一个事实，一般接触频率呢比较低，十微下满足这个事，所以可以用经典近视。也就是说呢，这个我用这个 h 谬远小于 kT， 带上这个里面，取一下极限，哎，这个就等于，这个因子等于，回去算一下，我在这儿不说，就等于。当 h 谬远小于 kT 的时候，这可以做泰勒展开，对不对？一算就是一，那 cm 就等于三 r 就对了。可是对金刚石这种非常硬的东西啊，就不行了，非常硬，能量大，所以振动频率高，就不能满足这个条件了。那你这个式子就对了，你认真的按照爱因斯坦公式去算，在实用情况下，算的结果对金刚石来说符合实验。第二。试验发现温度趋近零的时候，固体的热容量也趋近零，这个事情也可以解释。你看啊，当温度趋近零的时候，注意这个是 kT 分之 h 谬，对不对？ h 谬还不变，频率不变。当温度趋近零的时候，这个因子很大，对吧？所以它减一这个事儿就等于它的平方，对不对？没错，那上面约掉了，所以这个因子就变成 e 的。负的 h 谬比 kT 对吧？这个因子，这边呢，这边写在这儿了，对不对？当 t 趋近零的时候，这个因子趋近零的速度比它大，你把它做泰勒展开就知道了，所以就得趋近零，所以解释都很好。但是有个问题，就当温度非常低的时候，这块没画出来，有细致的结果，文献都有，就是趋近零的过程不是严格按照它。总的趋势是对的 ，t 趋近零 ，cm 也趋近零，但是细节这儿有结构，就细节上看，趋近零的过程不是按这规律的，这是什么原因啊？这原因在于爱因斯坦这个假定啊比较简单，它认为金刚石的那个频率啊跟温度没有关系，我刚才说过了，跟温度没有关系。其实当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呢，金刚石这个晶格上那个振动啊，它振动那个频率是变化的。这个是德拜首先考虑到的，理论家嘛就是在猜，
然后他做了一些模型，生物模型等等模型去做，就在这个细节上也符合，所以比较公认结果呢是德拜的这个固体的热能理论。好，下一个。